随着一声啼哭，我来到了这个世界。我叫卓小达。别看我年纪小，我可是很能干哦，自己穿衣服，自己整理玩具。原来自己小小的身体里竟然蕴藏着大大的力量。一转眼我就上幼儿园了，在这里我认识了很多温暖可爱的老师和小伙伴，他们总是帮助我，给我鼓励，给我勇气，给我信心。有了他们的认可和肯定，我才能不断的进步，勇敢而坚定地面对一切，健康快乐地成长。鼓励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。